线上家人平安，感谢神，今天早晨我们又能够一同的来聚集，来线上的来敬拜赞美神。好吧，你渴望今天早晨能够再次的在神的爱中与神来相遇吗？好吧，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先为了自己的心来祷告，一同开口，我们来赞美，让我们更多预备好自己的心与神来对齐，一同开口，我们来赞美。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在留言区的地方来，向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在留言区一同的来赞美神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早晨我还要传渴望在你的爱中与你来相遇。今天早晨还要说，还渴望真心在这与你来对齐。耶稣，我赞美你，孩子的所有的心要属于你的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耶稣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耶和华的力量，我爱你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。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，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，我甘愿舍弃一切。每一天渴望与你在你爱中相遇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，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，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，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，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。求圣灵更新，再次对神来唱，主啊，我每一天渴望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。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，我甘愿舍弃每一天渴望，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，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，我愿意将我全人，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，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，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，将我全人，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，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，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，将我全人，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，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，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，接近我，接近我，吸引我，快跑跟随你，在爱中遇见你，接近我，吸引我，快跑跟随你，荣耀中敬拜你，接近我，吸引我，接近我，吸引我，快跑跟随你，在爱
接近我，你再来吸引我，接近我，吸引我。快跑，跟随你，更深的、厉害的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，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。接近我，吸引我。早晨再来吸引我们，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快跑跟随你，好吧？线上的家人们，今天早晨更多为了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，让我们愿意让我们全人线上，全人线上为神亲自来所用，成为所属，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。我们一同开口为了自己的心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是的，主，这是孩子的祷告，主，这是让孩子愿意全人全心线上当作活祭，线上当作活祭，以清洁的心来侍奉你，主啊，你所喜悦的，成为你所喜悦的，主啊，你吸引我，主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圣灵啊，吸引我们。吸引我们，吸引我们，好吧，线上的家人们，你可以将你的祷告打在留言区，将你的祷告打在留言区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主啊，夺了我的心，主啊，夺了我的心，主让我更多快跑跟随你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主谢谢你，主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主是人，今天早晨再来更多的吸引我们。夺了我们的心，主，让我们再去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位孩子、每一位家人们成为，能够成为主耶稣你所圣洁贵重的器皿。是，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。是我瓦器里充满我的，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舞台，勇敢地向着标杆，高举双手。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，高举双手对神来唱，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好吧，线上的家人们，好吧，这时候邀请你高举双手，持续的向神来歌唱，向神来赞美，更多向神来赞美，愿神的宝座真的是设立在我们当中，与每位线上的家人同在。好吧，这个时候邀请你们一同同声开口来赞美。将你的赞美打在我们的留言区，将赞美打在我们的留言区，一同的来赞美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。
双手，主要高举双手来赞美你，来赞美你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主我要全人全心的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让我一生都能够活出你的呼召，帮助我，耶稣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赞美你，耶稣，耶稣我要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赞美你，耶稣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耶稣我赞美，我全人全心要献上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耶稣我赞美你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是的，主，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你所喜悦的。是的，主，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，主，我们要成为那圣洁的活祭，来讨你的喜悦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的举起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再次的再跟神说，是的，主，今天早上我们愿意的再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，我们要成为那圣洁的活祭，我们要来讨神你的喜悦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，跟随你耶稣，我们永不回头，就是要来跟随你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来跟随他，来紧紧的来跟随他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起来行走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好，这时候你来开口跟神回应，你愿意的人，你可以在你的留言处，我们的留言板留言的地方就留言，把你跟神的回应打下来。
耶稣是的，让我永远的跟随你，紧紧的跟随你，主一步都不离开。主，你也在帮助我，在听到的时候，让我更多的明白你想要对我说的话语。主，打开，帮助我打开我的耳朵，我要打开我的心来向着你。我欢迎你的道，这样的可以进到我的里面。谢谢主，谢谢耶稣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